你听紧嘅系 Only One Radio， 我系港人港地香港地嘅主持 Leo。本节目内容只代表主持人及个别参与人士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敬请留意。喂，你听紧咩嘢啊？听紧广播咯。喂，星期五晚有大董事 Gary 同 Rocky， 嗱，仲有迟啲份同大家一齐讲香港波。有个一个。漫长的星期啊，好漫长，因为很多娱乐，真的很漫长，非常落足一个礼拜，系啊，即系差唔多。我先报出阵阵先 ，Walkie 啊，啊，迟啲瞓同埋阿大董事 Gary， 咁犀利嘅你咁，咁抢姜嘅，系咯，阿明星仔真系明星仔，啊，由生分颜色上大红啦，啊，今集有啲咩想，喂，有啲咩想讲下，想讲下 Gary。我有咩想讲啊？呢个礼拜发生嘅，我其实咩都唔想讲，我好病。啊，交代下啦，贵啊贵体维和下 ，Gary 系病咗嘅，我系好病啊。系啊，系啦，病得好紧要，真系要睇大夫啊呢个。系啦，真系要大夫先搞得掂。咁啊，呢个有咩讲？哲生，唔系讲起大夫咧，不如睇公民啦。公民，公民呢煲真系要大夫帮一帮先得。佢有咗咩？佢唔系有咗，接近佢惊就嚟冇咗，接近原籍，唔系惊就嚟冇咗啊！吓，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咪嗰场波咪公民赢咗，即系啱啱虽然赢咗波，赢飞马嘅，系两连胜啊嘛，吓系咯，好耐都冇赢两连，系啊，系啊。關於場波就陣間我哋喺第三節，嗱，我諗喺嚟緊嗰節會講。但係問題就係話完咗場波之後咧，哇，個個都即係，我都唔知前路茫茫喎，唔知點算喎，我真係。阿沈國阿細佬又話：，都係繼續踢好啲先啦，即係以後嘅前途係點就唔諗咁多啦咁樣。阿迪天奴咧仲話：，如果真係假設啊，真係高文第時咧唔再喺呢個頂級聯賽咧，佢分分鐘要掛靴個波。好似上個禮拜都咁吹，吹到而家都係繼續講。其實幾樣嘢啦，咁其實呢啲公民呢隊球隊係一隊好有味啊，好有人情味嘅球隊啦。係啊，就係呢個冇得頂嘅，無論佢哋老闆或者佢哋職球員，佢哋個球隊嗰個氣氛啦，咁多年喺甲組十年都係咁樣啦。亦都。好多球員都好中意呢個會，我唔知係咪因為有味啊，定係舒服啲啊，我唔知啊。但係呢樣嘢咁，其實公民喺即係十年啦，喺甲組呢個比賽啦，有十季，有好多奇蹟啦，出現過啦，係好多，例如贏南華嗰啲啦，即係反級嗰場。我唔係三比三，跟住四十二碼。唔係應該係呢一場，應該係近呢十，我相信係近呢十年或者近呢五年咧嘅波咧，呢場係比較經典啦。真係好，你反級南華喎，你仲係輸一件事啫，上半場輸咗三比零，係啊，上跟住三比一上半場，跟住陳七有個十二碼，如果入埋四比一就已經係唔使踢嘅南華攞杯。陳浩然接手嘅第一個決賽啊嘛，嗰陣時我記得啊，點知就？點知就好多好多嘢，即係神推鬼用啊！同埋係呢場係令 T 市重傷，重傷跟住遠離咗香港足球，就係因為呢場。阿馮啟康好似係哦，呢個不嬲都辣辣嘅啦，呢個球員係啊，佢不嬲都好辣嘅。就係呢場，但係成個戰程咧，你經歷由南華係一定係攞緊個杯，爭在未捧高佢嘅啫。即係差唔多兩隻手都已經攞住㗎啦，咁而到要放翻低，仲要俾埋人，咁呢場波，咁你睇翻咁多年嘅比賽嘅或者聯賽好，導致冇咗亞協資格，跟住連個聯賽都不保，就是、杯賽好咩？你好難揾得場波係去比較，唔係容易嘅，真係唔係容易嘅，係嘛？你尤其個時間，你去帶射埋十二碼喎，同埋上屆咯，公民俾大埔。俾大埔搞掂嗰場都好經典嘅，都好經典的。安達搞掂咗公民啊嘛，嗰場哦咁樣。另外咩咧？啱啱馬年咧，馬年賀歲杯就賀歲杯啦，係啊，佢又搞咗啦，係啊，咁唔錯嘅個，同埋即係呢隊波嗰個 tip 係你要即係佢要攞好成績未必有，但你要贏佢咧。
麻烦你，好难啊！麻烦你付出代价先，一定一定系辛苦嘅，要即系赢公民系辛苦。硬正嘅波，呢队波系有好有斗志啦，好有心，几有味道嘅球队嚟嘅。呢队波系咁，但系咁都未知啊，依家都未有定案啦。讲咗两集，所以有时喺网上面咧呢几日咧睇到啲。我所謂花生有講話啊，老輩早走早上乜乜 Q 都，即係有時覺得係咪應該俾翻少少人情味咧？我覺得其一啦，其二就係、是大家覺得降職聯少咗必行係事實，但係背山個 challenge 係咪冇道理咧？我唔覺得係冇咯，亦都係個好鐵嘅反思，好鐵嘅事實嚟噶嘛，呢一個係。系啊，即系佢个 challenge 系，系真系嗰五个字讲晒嘛，换汤不换药啊嘛。系啦、啊，呢个好紧要嘅嘢，即系如果换咗个名咁做啲嘢同以前一样嘅，冇分别嘅，咁其实困难嘅。哦、嗯，系啊，即系呢个唔系香港足球嘅改革啊嘛。系啊，系咪？我哋系想香港足球好啊嘛。咁如果想香港足球好，咁如果真真正正系做到一个好真。正常比較有規模的職業聯賽，而犧牲了公民也好，或者公民因為這些東西沒有犧牲公民、因為公民因為這些東西而不玩的、其實、我不覺得是可惜的、即我不覺得是可惜的，因為、可能我少了一隊球但我換來的前景 是有的嘛、而且那班球員如果一個好的錢個好的市場 好的大環境裡面我哋可以轉會噶嘛？當然係嘛？咁我覺得係好嘅。但係如果因為你要改變某啲嘢，但係個雖然個原意係好啊，即係依家呢個新嘅所謂港職聯啦、個原意係好嘅，但係做出嚟嘅嘢個實質嘅嘢係同以前一樣嘅，而犧牲咗某一啲嘅球隊，咁我就唔覺得係一件好嘅事啦。咁、大東師已經叫樂觀嘅，我話直情係即係悲觀咁睇嘅。點解咁講咧？因為你睇唔到成個港職聯咧，而家係你今年係預備年啊嘛，係嘛？你由季初去到而家，你能夠睇到港職聯有咩為到嚟緊嚟緊嘅新嘅聯賽有咩嘅準備咧？哇、啊！都講到好多次，我真係睇唔到啊！都唔好意思啊，真係即係究竟準備咗啲咩先？你就係差唔多就係每個月就有啲古靈精怪嘅事發生，每個月而個個月都係整啲嘢你嘆下嘅。你唔係話去到幫到嗰個聯賽嗰個預備啊嘛，你唔會係咁樣去幫手呢樣嘢噶嘛。而去到話啊你不如啊老輩你呢啲舊派嘅人啊，喂你走啦咩 ？OK， 頭先我同阿頭先我等阿大董事我同阿 Wocky 都傾下，即係傾下呢樣嘢睇過啊。咪話你老輩你走或者你連佢舊派唔追上時，即係唔係追上潮流噶啦舊派人啊走啦 ，OK 冇問題噶。問題就係話你揾得翻一個老細可以入翻嚟，係啊揾個新潮嘅跟上時代嘅老細係有咁上下嘅金錢或者嘅資源去做到咧，得唔得咧？係咯，得你咪揾到出嚟咯，你咪去取代佢咯。係啊，根本上你甚至乎你係有啲某啲你睇唔順眼嘅老細又好咩都好，你叫佢哋走冇問題噶。你只不過就係話你揾問得翻一啲，你心目中係認為係好嘅老細啊，或者好嘅資源翻嚟，你揾唔揾到？冇嘛，揾到你咪踢佢哋組，揾啲新嘅翻嚟，揾唔到啊嘛，你一個都揾唔到啊嘛。係，就轉翻轉頭啊，咁你話阿潮生咁悲觀啊，講下啲正面啲啊。好啊，中村啦，中村有人啦 ，Nakamura 係，咁佢覺得呢個時間係比較艱難啦，即係。好長歷史，大家應該都知嘅啦嚇。咁佢自己都想有朝一日留喺度代表香港隊。哦 ，OK 嘅，即係佢有咁嘅心態咁。但係佢自己如果公民退出啦，咁點搞咧？真係我咁佢自己係咪對自己冇信心咧？咁另一樣嘢啦。一單還一單，係一單還一單啦。但係佢係咪擔心咧？我咧係擔心。我擔心係正常。正常啊，前途自己嘅 career 咁啊。嗱呢個係啦，咁啊，迪天奴又係啦，迪天奴佢都想繼續踢嘅，咁佢亦都好中意呢度，咁但係公民又退出啦。咁如果
如果是这样他只是怎样呢，可能是未知啦，未知他会不会挂靴啦，这样的年纪是不是可能会挂靴啦，有一个应该会挂靴啦，如果公民退出的。嗯，谁呢？富仔啊。是。富仔应该会，应该会挂靴的啦。系咯，个年龄都系啊，佢又唔惊啊，佢大把嘢捞噶啦佢。哦，咁啊，多姿多彩，唔好讲，唔好讲，多姿多彩啦。佢又唔惊冇嘢捞噶啦，讲真句，佢一定有转行，佢一定转型得到嘅，呢个醒目仔嚟嘅，系即系有学位，系，即系呢个系一个几，如果公民退出系一个几可惜嘅事。是啊、真的挺可惜的事、最可惜的就是如果嚟紧可能我咪放长双眼睇咯，三年五年，那个香港的足球个联赛个变化都是冇的，咁就更加令人可悲咯，就不是可惜的了。嗯，即系、我就希望有价值啦，即系公民存在在呢、这個十個球季裏面，佢個價值係有啦。如果真係變做一個好新嘅聯賽裏面，每一樣嘢都有進步嘅。咁佢咪當完成一個歷史任務咯。係啊，咁呢個係一個正面嘅評價啦。係啊。但係講起除咗講公民啦，咁港職聯未行啦，未啦，都仲未行啦。咁但係有隊波咧，就已經冇咗個贊助。哦，你不过那件就不是蓝色，南区那个就是南区，换了新号，夏季啫，夏季就夏季嚟紧，即系嚟紧来季就肯定冇咗新号嘅赞助啦。黄室水疗，黄室水疗就讲到明就唔会赞助啦，可惜咯。南区会长陈文俊先生就话仲谂紧，仲考虑紧。考虑紧咩？考虑紧继唔继续玩？吓、如果揾即系 Richards 可能真系揾唔到赞助，佢都可能会退出。呢、這个自降翻落去，自降翻落搞低咗，或者退出呢个新联赛都未定啦，未知啦。联赛个主要赞助商停咁，呢个系一个嘅。难处嚟嘅香港，啊、我哋好难有一个，一个好真实嘅问题就系、是，就算你有成绩，有拼劲，好现实嘅问题就系、是、个赞助商唔玩，你就扑街啦。唔系个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个 even 你个赞助商，同你点样倾都好啦，一个唔错嘅赞助商嚟，我觉得系可以肯落冠名，攞得冠名，应该个标个价钱应该唔少嘅。但系都唔能够落得冠名、啊，落得冠名，佢都唔能够同个球会有一啲嘅计划，可能系两年、三年，即系冇一个长远嘅发展嘅。嗯，系呢一个系令人可悲嘅事嚟嘅。系好啦，咁到你一个新嘅联赛，咁新嘅联赛。应该有好啲嘅好比较好嘅赞助啦，咁系咪应该有呢？因为你重新包装过噶嘛，系啊，咁但系就你点样重新包装过呢一个嘅新嘅联赛就未知啦，吓、就真系未知嘅，因为好多嘢都系未知嘅，吓系未咁我唔可以话佢冇噶嘛，咁、可能佢真系有噶嘛，好多嘢未知系咪？好多嘢都未系啦，可能我哋唔知咯，系啊，可能人哋揾咗啲赞助商，可能巴莱嚟赞助咧。咁啊，系咪先？你话唔埋噶嘛？包嚟咁中意嚟香港，系咪先？即系又学我嗰招话咩铺垫下，即系谂住之前咧就死下死下冇乜料到，你个好似有啲担心。嚟个釜底抽薪，你真系吹佢唔涨噶嘛，大哥？抽乜嘢咁样？啊，咁俾佢一注搏中嘅，咁我梗系要收皮啦，系咪 ？OK 喎，佢搏得应嘅话，有乜所谓啫？系啊，即系你个巴克莱嘅，咁当英超咁搞嘅，冇噶。差好远咯，大哥，呢样嘢呢个我倾，但系能唔能够咧？未知咯，未知咯，系啦，可唔可以揾个杯赛好似 Rugby Seven 咁样咧，做到
未知咯，未知咯。首先，國際七人賽係咪咁嘅規模都未知咯。係啊，啊，sorry， 係國際七人賽港杯嗰個。咪一樣嘅啫，其實一樣道理嘅啫。唔係咁爭好遠。咁一個橄欖，一個橄欖球，一個就足球咩？啊，咁啊 ，OK 嘅。咁啊，咁啊，未知咯，未知咯，未知咁解嘅啫。不如講啲知嗰啲啦。知有咩知啊？知啊，流浪嗰個。流浪有幾單新聞嚇？幾單新聞都知嘅咯喎。有咩知啊？咁啊，首先啊，講。今日天先睇到嘅，今日最新咯，吓睇到嘅一个报道就话咧，阿 T 士咧就已经就解药啦，就佢话解药嘅，即系话报道就话 T 士自己解药嘅，咁啊流浪就同意咗，咁就大家就分开啦，咁样。祖尔都解咗药啦，祖尔咧佢就报道就话咧就系唔续约啊，唔续约，嗰个药又即系佢借都系借用合约咁啊完咗噶啦个药，咁就祖尔就自己可以自己走噶啦咁样，咁变咗因为咁嘅关系咧，咁嚟紧咪譬如话礼拜日都有联赛噶嘛，流浪仲有对飞马，咁同埋即系有可能有啲亚协资格赛流浪都会参加或去踢噶嘛，咁呢啲嘅比赛咧，甚至乎你讲再远啲去到呢、這个。西甲個表演賽咧，都唔會，都應該都見唔到阿 T 士啊，同埋阿祖爾噶啦，就得四個外援喺度嘅啫。OK， 冇 T 士就有啲影響，應該好大。但祖爾就未都唔算係常規正選嘅，因為有仲有杜馬斯加、盧斯安奴，係啊，加依家有沙亞當拿咧，係啦，喺中間，即係變咗都仲 OK 咯。但係你前面冇 T 士真係好型，我睇影響好大添，影響好大。嗱，你踢死馬劉斯亞域咯，嚇嚇。咁 T 市唔转会啊？唔知喎、啊，我冇讲，冇讲。翻南亚啊？可能啩？真系唔知南亚下届都唔知点啦。系咩？咁一阵可以再倾嘅。系咯，一阵。南亚咩唔知？南亚咩唔知点啫？啊，好多都唔知。好，哇，真系唔知南亚咯，鬼。系咩？冇理由噶，系。嗱，我就知南亚人走啊，传咯，传啫。南亚人过东方咯，有啲咯，有啲话去第二队添。系啊。大埔都有啲，去東方去大埔咯，有人去東方，人去大埔咯。嚇嚇，呢個肯定。有人傳話羅山帶人去大埔添。啊，呢個我唔信。咪咯，咁吹出嚟啫。帶去大埔做咩啫？因為入住大埔嘛。入住大埔。啲人係咩？有人咁講。住都信，入住我都信嘅。康樂園啊？嚇，都仲有得信嘅。我唔係好信喎呢樣嘢就。入主就真的不知道了，是啊，這個難少少。咁這個就第一，即係第一單嘅流浪嘅新聞啦。咁跟住咪嗰個西甲嘅挑戰賽嘅，係咁咧就都出埋個比賽名噶啦。咁就佢有個叫大概叫我咁英文個應該係嗰、那個即係唔知係咪啲贊助或者係啲比賽個賽會嘅名咧。咁就有個名，成個名就叫做全球挑戰賽，咁就係亞洲站咁樣嘅。咁咧就係、是、當然係流浪啊，對呢個嘅維拉利爾同埋華倫西亞啦。咁就、那個排序都出咗噶啦，就喺5月28日啦，就喺旺角場踢啦。咁咧就三場波就會各踢45分鐘。首先咧就係、是、第一場咧就係、是、流浪咧就對維拉利爾啦，跟住咧就西甲嘅對壘啦，就係、是、維拉利爾對華倫西亞啦。咁最尾咧就係、是、呢個流浪啊對翻華倫嘅。咁啊，咁樣個編排，佢特登擺最重、最強嗰場戲碼擺中間喎。係啦，係咁嘅。啊，流浪想唞下啫，一嚟啦，一嚟啦。咁同埋你個黃金時間嚟嘛，係嘛？啊，咁你開波又未必入曬場噶嘛啲人，咁你當嗰場係下半場啦，咁啱啱好咯。係啦，睇埋嗰場或者有啲要早走。因為第二日都要翻工噶嘛，嗰日唔係假，嗰日第二日都唔係假期。星期三嚟咯，冇錯。咁就所以睇下再留意一下票價嗰度，睇下係買飛嗰度點樣做啦，係咪？因為我上集都講過啦，就係話300蚊以下啊嘛，個飛。280好似。係係啦，咁就睇下對真買飛嗰陣時係會點啦，咁樣啦。咁就係講開外隊賽，仲有一隊搞嘛。哦，係啊係喎 ，PSG。聖日耳門、啊、巴黎聖日耳門咧就會嚟香港嘅，咁就係話傑子咧就係同佢做呢個表演賽啦。咁就咪之前其實我係之前應該上一個或者上幾個禮拜嘅節目都有提過啦。就傑子嗰個申請已經 OK 咗噶啦嘛，係7月29日，7月29日嘅。咁就係呢個表演賽啦，咁就係喺大球場舉行嘅。咁就而家就應該。我哋應該今日呢比較呢幾日咧嘅比較新啲，係啦，就係、是、公佈就係對巴黎聖日耳門啦。咁就伊巴嚟唔嚟咧？咁就呢個咧就咩嘛？而家啲人話呂布大戰戰神啊嘛，係啊，
咁啊，仲要傾啦。咁睇下，因為阿伊巴咪唔使踢世界盃嘅，咁就睇下係咪因為即使係咁，係咪都會嚟啦？哦，嚟咪嚟咯，嚟咪嚟咯，唔嚟咪唔嚟咯，都係咁噶，係啊，唔嚟咁你要睇嘅，始終要買飛睇噶啦。係啊，冇錯啦。咁但係 OK 嘅呢個新嘗試，但係人。他又是搞外隊賽，人家又是搞外隊賽，為什麼流浪要這麼屈就呢？沒期啊，沒期沒搶啊，人家搞就可以，人家那些時間有期有搶嘛，人家搞就大大鑊，那就這樣吧，這麼不公平的，這個世界就是不公平的啦，不要說不公平，人家真的沒財，沒場給到你。啊、你應該就要問大球場點解唔俾唔到期？係啦，就唔係問第二啲領導。董事喺度自己決定啫嘛，唔關事。咁你冇期，呢個時間呢、這個 period 冇期嘅，咁咪冇咯。咁你可以唔喺呢個時間度搞噶。你可以揀啲有。你講乜都得噶啦。我梗係講乜都得噶咯。董事啊嘛。係啊，我係董事、啊。董事梗係呢套嘅董事啊，或者好多董事都係嘅。咁呢？講乜都得噶。我呢套嘢講乜都得噶啦。啊，梗係啦。我呢度有言論自由噶嘛，大佬啊。梗係啦，呢度嘅嘢都唔俾董事講唔得噶。咪咪仲有仲有少少插曲嘅，就係啲記者問啊。阿伍生，阿伍生做咩咧？因为你上次搞曼联嗰次又系城市基金啊嘛，系咁有个记者就问佢即系唔系，其实唔系体育版嗰、那个，嗰、那个记者唔系体育版，系港文嗰啲嘢嘅，就问阿伍生啊，咁今次系咪关城市基金事噶？咁跟住阿伍生就话。你都不識，你都唔識問問題，我唔會答你嘅。哦，唔緊要咯，咁有啲人唔答問題啫。係咯，唔答咪唔答咯。係啊，咁唔關識唔識問事嘅。咁佢咁講，佢即係個記者。其實調翻轉頭，even 我都算留意香港波啦啩。係咯，係。我都唔知佢係咪關識唔識今次。唔係，佢都冇講今次。我都唔知係咪關事。可能真係唔關事。我唔知噶嘛。可能啫嚇。咁我真係唔知啊嘛。唔知道就要問咯。唔係咁，你咁你係主辦單位喎。唔係唔緊要嘅，其實係與唔係，係咪係咪唔係咪唔係咯。好簡單啫嘛，係咯，人哋冇問你多餘嘢，淨係問依樣，淨係問依個問題啫嘛。係啊，係啊，咁唔關事，關事咯。咁或者呢排呢個聽敏感咧，係嘛？咁敏感都要答嘅，唔係真係敏感噶嘛？咁唔緊要，咁咁佢唔識問問題，咁代表係咪真係唔關事咧？咁咪唔關咯。係咯，係，反而咁樣先至係嘛？就係咁簡單啫嘛。咁我一定知嘅咩？公眾一定知嘅咩？不是全部人都足球圈的嘛，没错，甚至乎是不是留意本地足球都未知啦，是吗？喂，做新闻看新闻的人不是全部人都是足球圈的嘛，如果你是的，那就是公众的事啦，嗯，如果是用城市基金，就是全香港的市民的事啦，嗯，我当然啦，如果不是的就不是咯，就没事咯，就简单而已嘛，哦，那不如你问我啊，问你什么啊，问你什么好呢，问你什么，南亚不是上班？唔系啊，问佢系咪做嘢辛唔辛苦？阿 Kiki 啊嗰啲咧，你想我问你咩？系咯，你又问你咩好啊？问你做嘢辛唔辛苦，你又唔答，系嘛？问你南花上班，你南花上班，答问你上班，你又唔答，你就叫我问你，你叫问你咩先啊，大哥？你好难服侍我呢家。系咯，你唔好学咗个董事先得噶，大佬，我哋好难跟噶呢啲嘢，真系。你讲我吓？我唔系我讲第二个嘅，我唔系好难啫，我咪话你，好难好难好难捉摸噶嘛呢啲嘢，好难捉摸，有几难捉摸？咁啊不如我咁我可以讲啲易捉摸嗰啲嘢啦。有几有边啲易捉摸？易捉摸，南湾唔搞，唔系，嗰啲冇咩兴趣，我反而兴趣南湾点啫嘛。哦，喂，南湾散班而家讲。唔系问下啫嘛，问下啫嘛，头先话问下你又唔答咯，我问下啫。你都唔识问嘅，我问你问哥，我问下啫，又唔得嘅。我唔问，我问下一题啦，我问列斯奥啦。列斯奥做咩？列斯奥系咪嗱伤咗好耐啦？列斯奥系整亲手啊嘛，整亲膊头咁鬼严重，系咪真系今季出唔到啊？打包董事，
啊，我知道啊，呢、這个苹、啊、果有播，系啊，咁咪好咯。苹果有播佢话，咁咪有答咯，系咯。星期六咧，即系听日咧，咁啊对啦，对横滨嗰场波咧，咁啊应该会坐 bench 嘅，咁、啊、应该有机会后备落上，俾翻啲比赛状态佢，咁啊准备迎战呢、這个。东方打足总杯，哦，仲有之前仲同埋一个亚协嘅十六强队阿雷马，冇错啦，系啊，哦，阿雷马，阿雷马，马拉嗰队，唔系印尼，印尼，印尼排华嗰度啊，系啦，咁一阵讲比赛嗰次讲赛序，我哋都会、哦、一定要再提噶啦，系啦，咁样咯。咁啊，列斯奥问咗，已经问完列斯奥，我问多一个啦，问咩啊？问啲，梗系问啲你识答噶啦，吓，龙家宝咯。龙家宝唔嚟香港啊？系啊，咩话阿仙奴嗰个三对三喺酋长球场举行嗰个嘛？哦，系啊，但三对三世界杯，佢就带领香港同澳门嘅一众小朋友啦，系啊，授旗仪式啊，好玩喎呢个，跟住夜晚就喺同一个酒店嗰度食饭咁样咯。讲小朋友好玩，你唔好令。下想第二样嘢，大佬，唔系啲小朋友会好玩、啊，小朋友点会觉得唔好玩啫？我以为你讲龙家宝好玩咁啊，大佬。咁佢话，但系话龙家宝系好 nice 噶嘛，超级 nice 噶嘛，好人噶嘛。我突然之间有个灵机闪一闪，就好似讲到教唔系天主教嗰啲咁样噶嘛。哦，好敏感，嗰啲真系敏感。哦，咁好啦，费事。我突然之间，喂，费事突然之间有个天主教徒留言问你做，你又唔识答啦嗰时。我唔紧要噶，我对宗教呢样嘢我冇偏见嘅。咁系，我知道你信神啲。系我信神，系咯系咯。佢问我咪问我咯。系咯系咯，信你知你信神，又信埋女神咁咪点啦？嗰、那个女神我唔信，系咩？系我中意嘅啫嘛。欣赏，sorry。你成日嗰次话成日话欣赏嘛？咁都话，所以话呢啲就系错两错就好容易讲错噶啦，系嘛？系中意我明嘅，爱在心中口难开，我明嘅。你知噶啦，你讲起个女神嘅嘢。我心又唔一零唔一称噶啦嘛，哦，啊咁样，唔系最紧要有二比零嘅啫，好似冇咩二比零，你头先啊唔好喺度挂住喺度咩啦，喺度睇电话啦，即系人哋问紧你嘢，你又唔答，咁我到时我问紧大董事，你又喺度加把口饭，我唔知啊嘛，梗系要问噶啦，系咪唔俾问啦？我话唔俾问，咁佢话嫌你问错佢噶啦，佢又唔答你噶啦，我冇嫌你哋啊我。唔系我不嬲都冇。我记错咗啊，唔系又唔系佢啊，唔系佢啊，第二个，第二个。我都话呢度有言论自由噶咯，吓，梗系有言论自由噶啦。香港几你唔人身攻击就得噶啦呢度。系香港点会人身？我哋点会啊？我最唔中意人身攻击。系咯系咯，除咗某一位董事。咩啊？唔系，唔会，我哋嗰呢啲就唔会嘅，系嘛？系咪先？系咁啊啦，点啊？哦，应该收到头先，可能收唔到咧，就系咁咯。咁啊，仲有咩问啦？咁冇嘢问啦，咁啊到我讲啦。你讲咩？我梗系喂呢啲嘢，梗系飞嚟飞去噶啦。你问得太多，问得太多，人哋小气啊。我冇小气啊，唔系话你啊，你方丈啊，唔系话你呢个方丈啊。方丈又小气，方丈冇出世好耐噶咯，大佬。唔系话方丈、啊，第二个方丈啊，唔系刘以达嗰个啊。真系虽然好写，中华厨艺学院，梗系嗱，讲起中华厨艺学院，今日梗系讲。香港球員在中國啦，係咪先啦？跟住咪冧到去中國，我哋唔係啊！我哋高凡 B B 咧，好掛住佢，終於係正選啊！終於正選添喎，正選係佢憑助波，仲要贏波添，仲要助攻，仲要有個助攻，哇！犀利一比零，即係第一球波咧，首開紀錄咧就係佢一個助攻壓啦個底線咧傳翻出嚟咧就俾隊友搞掂嘅。跟住去到六十幾分鐘啊！咪先，六十幾分鐘先咪住先咩啊？我有嘢問，係問咩咧？問啲咩咧？边队就边队，大哥。深圳红钻就系阿高凡而家打紧嗰队波嘛，咁佢就终于咧咁多场波咧都冇佢份，即系正选后备什么都没有咧嘅时候咧，咁啊呢一场咧就成正选啦，就打到佢六啊零分钟先至换出嘅啫。哦，俾咁啊最啊，冇错，最后咩仲系赢波，赢埋波就攞三分啦，即系深圳红钻上翻上去啊嘛，唔好成日中游啊嘛。哦咁啊，講起講翻中游啊，講係講次第一名嗰隊啦，第一名嗰隊就白鶴嗰隊，石家莊啦。啱啱咧就嗰個中甲聯賽咧，就係作客咧就係二比零咧就贏咗廣東日之泉嘅。嗯，咁啊日之泉就慘啦，就
咦，中超不成功就点啊？唔好讲中超啦，要讲要护级护级啊！因为咧，而家暂时咧呢、這个补级唔系佢唔系叫护级噶、啊，叫补级啊！爆子系补级。佢哋要補級，因為點解補級咧？你補級都唔掂啊！因為你補點解咧？因為日之泉而家係排第尾嘅。哇！一場波未贏過噶。哇！你跳船跳得好啊，傻幫同阿陳渣。唔係一來啦，二來可能因為佢就係因為跳船，所以咁差。係啦，因為冇佢兩個，所以咁差。梗係啦。阿華仲喺咩度啊？阿華，阿華喺度。阿華仲喺度。阿華仲喺度，誒咪都係咁咯。阿华都咁上下啦，一日唔满呢，一日唔满呢个外援，即系等于嘥个外援名额。我要高凡好过去啦，我即系咁讲，高凡快啲啊！高凡仲唔占外援名额添？系啊，系咯，咁啊呢个情况啦，咁就而家啦，白鹤嗰队波，因为白鹤成日喺呢个石家庄诶正选啊嘛，咁啊赢埋呢场波之后咧，啱啱咧诶阿聂凌峰嗰队湖南咧又输咗，系咩？喺个洞庭湖打俾咧。洞庭湖打俾输咗俾湖南打俾啊，系洞庭湖南湖北啊，佢系湖南商图啊嘛，咁啊对住湖北嘅呢一个武汉卓尔啊嘛，哦，南北大战系就即个湖即个洞庭湖打俾或者两湖打俾什么都好啦，即系一个咁近嘅一场波，咁啊输咗，咁啊湖南商图输鬼咗，咁就所以咧而家只石家庄呢个永昌咧又上咗第一位啦，系益咗阿白可啦，系啦，嗰见张相阿白可又见到佢叫个样啦，哇，次次影亲相都好识影相噶，好犀利噶，系咩？一成见到佢个大，你 BMA train 过啊嘛，真系啦，系实望到佢个正面嘅，系一定嘅，系又会嘅，系一阵我咪后俾张相你啦，睇过啦，好啦，咁仲有冇啊？已经系咁多啦，冇啦，喂，问嗱，咁个记者会又问到咁上下啦，系嘛，系啦，冇嘢问啊嘛，冇啦，冇嘢问啦，冇嘢问，我问咗想问嘅嘢，好，系啦，咁啊，下一节啦，系啦，拜拜。一个人物，一个地方，一段古仔，组成我哋嘅香港历史。逢星期日 ，Only Run Radio 有香港小学会同你讲人讲地，香港地。